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ed。今天我不拍游戏，今天我来讲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啊。就是最近呢 ，Red 有在影片底下留言，都有看到说，就是好像有人在盗用我的影片到其他的平台当中啊。对，然后这位观众呢，他有提供网址来让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吧？绝大多数呢都是我的影片啊，有我的最近出的麦块宝可梦系列，还有方舟宝可梦被盗走了，更甚至是好久以前的乐高游戏，有一点太夸张了吧？哇，连哥吉拉都拿走了、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盗用我的影片的哦。我们就拿最近上传的麦块宝可梦这一部来看一下。好，一开始呢他是丢了他的频道 logo， 但是这不重要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的开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，有发觉到哪里不一样吗？我们再看一次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注意到他把我的开头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这前面这个我是 Red 给剪掉了，直接欢迎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那正常的版本是怎么样呢？来看一下，我这是我的频道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欢迎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欢迎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个才是原版啊，对，而且他好像还把我的影片的速度加快，是不是？我们又回来麦块宝可梦模组啦。哦，我们今天到底要干嘛？这讲话声音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啊，真的很会盗哎、欸。然后还有上礼拜上传的猛毒牛龙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。侏罗纪世界。我是瑞德呢，这个频道用户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哎、欸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留言。哎呦，有人说了，谁能告诉瑞德说他的视频被盗了？真的被盗了！天啊，被盗的完完全全啊！哎、欸，还有这个留言，小心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叫瑞德的盗你的视频，不过我已经举报了，请你维权一下。认真，真的认真。哎，我的天啊，直接被盗用，竟然还反过来说我才是盗用。我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连我这次影片都盗过去的，但是我想应该是不会啦。好啦，这边 Red 也要说一下、喔、我的频道呢被盗用这件事情其实蛮不意外的，因为其实之前这个已经发生过了。那 Red 也会请公司去做后续的处理，看是要直接联系该平台呢还是怎么样。但是这边我还是要郑重的讲一次，我自己个人经营的频道呢只有在 YouTube 上面，你们在其他平台看到的呢都不是我去经营的。这边我要再认真的说一下了。那如果你是盗用我频道的用户呢，那麻烦请你下架影片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啦。